哇，这个人为今仔日礼拜单电台来电吼，都一直笑一直笑个今麦袁小迪哈，我们在这笑啥？咱掌声来欢迎一下，别客气。嚯，你别说刚刚给他照开，哇，因为这个大家也不是不熟哈，所以我来东叔嘛，家里我们不离要写晒对吧？是是，恁来这一挂哦，拢是我的客山，下挂我笑。但是你加礼拜时阵哦，你就会带让大家觉得说，哎、欸，这种青春无限的感觉，大家拢知影讲你嘛淡薄会啊，对吧？哈，你为什么可以保持这样哈、啊？哈、啊，热情热力无限呢、啊？心情啦，干嘛心情哦？心情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真正无瘾老的，啊，你简单的思维，我真正是无瘾老。所以哦，袁小迪的例子哈、哦，也当上火烂的时候听这种评语哈，其实、啊、真的啦，心态这个念一转哈、哦，对。拢无共款。对，较早囡仔时，人咱咧读书的有读的讲人生的七十才刚开始哈、嗯哦，七十，所以讲我起码才四十几年，所以还很长嘞。长嘞、嗯，啊，未开始嘞哈、哦，所以讲大家看到伊安尼笑眯眯哈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这张专辑做的实在太爽了，爽什么？好、哦，不是，一收到哈，这来的专辑哈，不管巴布老师下来歌是江志峰老师。下一歌哈，阿哥今个这个主见也下这首你喜欢客商，收的我就感觉哇，这三首歌凊彩第一首拍嘛，一定会达到一个哈一个成绩啊呢。对，好，咱一首一首来好不好？好，来你喜欢客商，今麦来介绍这首你喜欢客商。我来唱啊唱啊，我感觉讲这首歌买当做这选举的那个。不是讲竞选歌曲，竞选歌曲，这是一首哦，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一首励志的歌嘛，哈。嘿，竞选是哪里就是哦，因为恁是你这些选民呐，都是外扣，都是我算计，外扣算，无恁看啦，当当选哦，啊，无到最后谁会再输呀？那票还未开哦，唔知谁要当选，还吃饼。而且你咧买啊，这句的头前一句是一切为你来拍。对啊。我的算计就是为着恁这算命，大家来咧拍拼，所以票啊开啊，就是啊算啊，所以恁一定爱做我的客山。吼吼，这首歌，拜托了，咱先稍微听着，你嘛爱做袁小迪的客山，给个我支持，给个我宣传一下咧。吼，心机蛮重的。我看他咧定算咧，算你不要吵起来咧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哈。但是我们在这个电视上打歌啦，哈，媒体啊，咱电台来咧拍歌行，听啊继续歌行。我老公，袁小迪哦。真的是不容易哈，因为咱写什么真久啊哈，是啊，啊你下面歌的歌型我都冇听过对吧？但是有当下歌是你的表现的，不一定是你的自己家己的心情嘛。对，但是我听到你唱这首歌，未输跟他讲，这首歌里底歌词跟他讲袁小迪的一个经过、啊，有一半呢，我这个歌哦，一下歌哦。起起落落的一山又一岭，一路风风雨雨行到这，风雨雨安尼一路爱过来呢。有啊，搁第尤其第二的 A 第二段哦，的 A two 我同介人。浮起起落落的海影像命，人生浮浮沉沉过一半，应四五十岁啊，安尼哦，浮浮沉沉，那一半较过去了。啊，所以因为我前下先生意后做失败啊、嗯，然后后来又出来唱歌，然后自己又投资唱片公司，浮浮沉沉安尼吼，一个有唱歌，一个个无唱歌，已经过一半啊。向向我头看，幸福的船就要来靠岸。咱呢仰头向前行，向前看呢，幸福的船就是要来靠山，要来靠岸呢。其实这慢慢的，慢慢的到了这个年纪了，卡袂过好多啊，做一挂迄个。你哩国考的代志，对啦对，但是无放弃咱家己上爱的唱歌。啊、所以迄歌啊，迄即个歌词，我就看迄个哦，敢若袂输写我的心境的呢。哎，我唔惊，我唔惊，唔惊头前的乌影，因为有日头伫背后。最外的客山，就是咱只听众，就是全部是我去台湾的客山。哎呀，伊讲的遐尔激动哈，真的是打从心里的嘞。因为我实在不是刚能刚啊，哦，他真的是很满意这张专辑，希望那时候我听众朋友好好来感受一下袁小迪的新歌，来，你是我的客山。
一山又一岭，一路风风雨雨行到这，向向外头看，迷惘的云已经伫山脚，起起落落的海涌像运命，人生浮浮沉沉过一半，抬头向前行，幸福的船就会来靠岸。我不惊，我不惊，不惊头前的乌影，因为有你头在背后做我的靠山。我不惊，我不惊，不惊路上的孤单，因为有你的期待，甲我来作伴。温温暖暖，轻松放下，一切只为你来打拼。无到最后，谁会知输赢？海涌像运命，人生浮浮沉沉过一半，抬头向前行，幸福的船就会来靠岸。我不惊，我不惊，不惊头前的乌影，因为有你头在背后做我的靠山。我不惊，我不惊，不惊路上的孤单，因为有你的期待，甲我来作伴。不管别人怎样看，温温暖暖，轻松放下，一切只为你来打拼。我不惊，我不惊，不惊路上的孤单，因为有你的期待，甲我来作伴。不管别人怎样看，温温暖暖，轻松放下，一切只为你来打拼。无到最后，谁会知输赢？在安那边个都在听这个，你是我的靠山，袁小蝶的新歌哈。早起以前在听的时候，我是有会怕动了哈，有感动啊。但是你刚刚在讲的前一段那些话，我都在听的时候，我淡薄去给我陪呢。哇，就是这歌，哎，真的，你如果是哎，我有时听歌哩，你也跟他光听听伊的旋律，实在是无什么感觉。但你若用心去听伊的歌词啊，其实伊的写歌的歌词，跟伊的旋律内底起起落落安尼，听起来。诶，卡的味啊，对对对对，所以吼、哦，有当时人讲，歌手来宣传，要讲啥物，就是跟你介绍讲，啊，这张专辑内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哈、哦，啊，尤其是这歌，给讲一届，你给了解时阵，你后盖去听的时候，伊背后的故事，咪当拍动人。对白光、哦嗯、很多歌哈、哦，你可能爱听过来感性，你才
才有迄个感受，讲哀歌，它的迷人的地方在哪里？对对对对。这首歌没，因为你刚才听到副歌，我唔惊，我唔惊，唔惊路上的孤单，因为有你的期待，有你的期待，甲我来作伴。咱的期待，甲你作伴，有阿母的期待，有家人的期待。有你算命的期待，所以我伫个路上我拢袂孤单，我咧吃饼，我唔惊呢。我所以，我刚买瓜子，现在说赞就赞的哈。好，竹间野的这个曲子呢，哈，也让大家能够好好去品味一下。专辑来对阿狗另外这个创作家哈，咱来听下这首《晚游陪》，好不好？哦，来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这首歌哈。王宗凯、哦，王宗凯是就是帮我写一个顶下顶头专辑买醉的借口，买醉借口的原创人哈。伊、嗯、这首歌嘛是我即个专辑内底唯一的一首男女对唱。以前吼，我专辑内底同济拢还佫放两首三首哈，像上张专辑还佫放个四首男女对唱。即个是呢，其实是较无考虑的男女对唱的歌曲。但是收到这首歌的时候，这首歌又阁是足赞的一首主打歌。嗯嗯嗯啊，宋哥吼，无介绍吼，我感觉吼，放伫这专辑嘛无差。它是一首啊比较新型的台语的对唱的情歌。对啊，你听到《晚游陪》吼，你就想到说，其实吼，真的，咱晚游吼，不分离嘛吼。对对。啊，人家做会是缘分嘛，对吧？啊，今天陪陪安怎嫁？哎呀！以前吼，我讲。内底歌词我同解的，伊解伊内底写一句吼，就是明明知影头前是火吼，嘛要去飞安尼吼，就飞蛾扑火安尼吼，慢慢是飞去安尼，不管这段爱情的牺牲也是圆满啊，伊拢唔惊安尼。嗯，送爱情的伟大，伊有在爱用迄书啊，故意也甲写出来安尼。嗯，写了真正。其实人是这样子的哈，我当下情即离。下了就拍下啊，讲就简单了，不知道搞实在是不容易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哈、嗯。好，这首歌是王宗凯老师的作品嘛？哎，我看那个林珊，我恭喜啊，林珊小姐啊，她结婚了以后，很成熟的歌声哦，这首歌我能切开，味道打起来。我感觉这味道是我从来没有感受的，因为我前开始拢谈迄个龙千玉啊，向慧玲合作比较多。对，这第一次啊，跟林珊唱这种情歌，嗯，我感觉另外不一样的火花。对，而且林珊最近这两张的唱片哈，也深陷了哈，也现在迄个感非常成熟，对，不赶快。哇好，我们就来听听看好不好？这首歌，林珊跟袁小迪合唱，收录在袁小迪最新专辑内的《晚游陪》。我记着将伊带回，甜蜜的爱，因为有了你，搁再美丽。卡斯里，我相爱是一种罪，该不该付出代价？你的情，你的爱，阮会藏在心底。咱拢了解，一段情一段爱，不是风花雪月。咱着应该更加珍惜着所有一切。我一生中爱过、付出过，真情到底是为着啥货？啊，花，上惊秋风无情吹过。咱的爱对天就干一杯，坚信要牵手做伙。明明知影，不情是花的嘛要去飞。咱的爱注定今生今世，爱你的心深深绝不收回。爱的路，咱两人共一命，枉有。